昨天晚上，警方与环保局一起抓取缔改装噪音车辆。说真的，汽机车改装排气管那超大分贝，经过时真的会让人抓狂，有时还会心悸烦躁，晚上也扰人清梦。不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。昨晚拦查20多部车辆，其中有13件违规，环保局已进行裁罚，车主也必须要在期限内改善。突发中心，不要改装，不要吵，报道。